哎，林叔，林叔，你回来了。嗯，你女儿来找你，我就让她进来了。她，快把那台电脑拿出来啊！对，哎，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老爸可疼你了，他花了一大笔钱，买了一台老贵的笔记本电脑，就等你来了。冯琳呢？哎，林师傅，你快点呀！他不是，不好意思是吧？我来给你拿。对。 跟自家孩子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别烦我东西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别烦我东西，就放在这个床单底下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赶紧出去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春雨吗？啊，是。麻烦你来一下校门口啊，你姥姥她，大娘，我姥姥怎么了？这不是她在门卫室组织你快过来吧？哦，好。你姥姥怎么了？我不是要睡在门口。我陪你去看看。走啊。走。 您先坐，您先坐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，严重了呀！老大，哎呦，哎，小雨啊，春雨是吧？哎呀，你可算是过来了。你阿婆非要进去给你送什么吃的，但是咱有规定，现在不让校外的人进去。你也知道的，这两天在组织消防演练。我给你带的呀，是醉虾，是不能放的。你说说，我进去了就出来了，我就往那一放就出来，你干嘛不让我进？哎呦，你干嘛不让我进？ 我们真的有规定不让进去啊！好了，谢谢你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醉虾，但确实学校有学校的规定。这样，我陪你回去，咱们一起吃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用不用，你呀带回去跟你们同宿舍那些同学们分着吃哦。好，回去了啊！再见，拜拜了啊！哎，再见，慢了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要去医院行不行？走，去医院。你不是老毛病啊？怎么了？啊啊！那我陪你送姥姥回家吧。啊，好，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哎呦哎呦！慢点啊，慢点走啊！我叫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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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一点啊。小邢，嗯。 你也喜欢这门课啊？嗯。嗯，杨八万呢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没修这堂课吧？真的就别再想那些了。 好好过好当下，我们会一起闯过去的。嗯。小杰，那文雅帮我往那边扔点呗。啊？别忘了我今天早上说的。 明白明白，时间空间吧。我从这儿啊，这空间总够了吧？各位同学，上课了啊！ 来，开始上课啊！打开第七页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！哎呦呦呦！哎，哎呦嘿！慢点啊！哎哎哎！慢一点。哎，电上！哎呦喂！哎呦，小雨，快去给林师傅倒杯水。不用了，我这就回去了。别，林叔。 坐下坐，哎呀，你怎么着也得喝口水呀！行行，嗯，来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这毛手毛脚，毛病什么？真是的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都弄湿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就是沾点水。哎呀，这么紧张这个本子，里面到底写了什么？ 哎呀，这水是凉的，去倒杯热的去。啊。
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林叔。你看这孩子，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姥姥，你包饺子啦？哎呦，那馅儿早就弄好了，就是没擀皮儿，那不是想着等你回来吃呢吗？哦，没擀皮儿，我也不会。哎，林叔，要不然你教我，留下来咱们一起吃个饭。你看这丫头多好意思，那人家还得给学叔做饭呢。我今天食堂刚好没搬，我反正没事儿。那个春雨这段时间一直在帮我，正好我可以回馈一下。对，好吧。哎，嫂子在哪？哎呦，姥姥等着啊。哎，那感情好，感情好。我来给你打下手。哎，不用，你看着就行。哎，对了，小雨啊，咱家的电饭锅坏了，你是不是要找人来修一下呀？哦，行。要不你拿给我看看。好，好啊。这个啊，哎，你看，感觉不太好修。你看啊，这不亮了。可能是接触不良吧。家里有电工包吗？啊，有。宁永成拒绝了我的求助，我去过设备管理中心，但那里需要的门禁卡权限很高。去202总工的办公室找。您认识春一鸣吗？他跟这一切是否有关？拿到了脉冲设备，我们再联系吧。高工好，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啊，我先回了。谢谢。
叔，你还会这个呢？刚进城的时候做过电工。亮了，亮了，亮了！你真行。接着包饺子去吧。啊，好，爸爸等着啊。出来了呀，你坐那儿休息啊。我是来监工的哦。监工，我们又不能偷懒，监什么工啊？你不偷懒，我怕你偷工减料。哎呦，你看看。瞅瞅这闺女做点活，啊，弄得哪儿都是，干点活还想带幌子，啊，你怕人家不知道她干活了是？哎呦，那什么，今天我们家的饺子馅儿可没有切洋葱啊。我想女儿了，我和她也很久没见了。哦，想女儿了，哎，我跟你说个好方法啊，你啊，把你的思念和想念都放到馅儿里头，往那往皮儿里一放呢，一捏，煮熟了，吃肚子里头就能见了。吃饱了做个美梦，能见到她就挺好的。梦里头见也是见，是吧？水开了。哦，下饺子了，这盘我也端了。哎，下饺子喽！来了！哎呦，哎，林叔啊，今天啊，咱们全当是一家人，好好吃顿饭，哎，好不好？您尝尝，那咱开吃啊！哎，开吃！来，开吃！哎呦，哎呦呦，谢谢！快，来！好，谢谢！我自己来，。还有这个都是你做的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春雨，你是不是对我这个本子感兴趣啊？我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我的一些日常备忘。我们团长说，现在的学生口味比较挑，让我多弄几个新菜，我就整天研究这个。专业。哎，别看了，来，吃。哎，快，那呦，你说这醉虾多好吃。快，是，尝尝，来。好嘞。我拿到门禁卡了，你是春一鸣？林叔做过电工，所以有可能打开那道门。笔记本和菜谱都有合理的解释。也就是说，
现在有身份嫌疑的只剩下春一鸣。如果春一鸣就是马佐里尼，那高璇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在哪儿？有点急事，正准备出门，晚点跟你联络。零四要求。兔崽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跟你妈一样没良心！有本事你走啊！啊！让我求，让我求！那是我们小的时候相遇的日子。
您刚刚说自研设备，我还真挺想了解一下。这个啊，自研设备这一块呢，牵扯到一些公司的机密，恐怕不是很方便的。行，我特别了解。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在外边。跟你说，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有事儿，再聊。
乖女儿，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你爸爸在之前是微科技的高级项目签了，这两家公司联系这么紧，你爸爸就是天机科技的创始人。这是连总办公室，这两家公司业务内容还挺接近，这说明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。有一个朋友要全力资助我研究。这一切都和你有关系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的女儿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问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切。不过，要从何说起呢？春雨，你体会过孤独的感觉吗？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孤独，是一种你明明可以翱翔九天，却发现自己潜伏深渊。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。爸爸，你陪我一起玩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，我都是幸福的。我30岁就成了教授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看似幸福无比，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始终感觉到孤独，而且这种孤独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明明是一个天才，现在却要每天做着最平庸的事情。所以有了妈妈跟我，你没有觉得快乐，反而觉得孤独。不要打断我的话。对不起，请让我先把话说完。这种孤独的感觉让我突然明白，这个世界太无趣了，它有太多的缺陷，而以我的才华完全可以自己创造一个世界，一个完美的世界。很快，我找到了一个叫严明亮的人。他很有钱，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个商人，他有理想，有情怀，所以很快他就被我折服，决定参与我的项目。于是，我又有了方向。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，简单纯粹，只有眼前的理想。你知道吗？理想的魅力就在于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它就可以无限地向你趋近。
不，还不够。所有的人都认为，这个叫未来微世界的系统已经足够出色，可是在我心里，还是觉得它还不是我心中理想的世界，它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。就好像写了一出戏，没有戏盒，画了一条龙，没有眼睛，它缺的是灵魂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发，我们终于进入测试阶段。昏迷呢？明亮，严明亮，明亮，严总，严总，严总，快打120！不，等会儿。是刚才落水的瞬间，因为极度的惊吓，你的大脑短暂地失去了意识，昏迷在了系统里面。这可是个不小的 bug。bug？ 这咋办？这不这么多年白干了吗？不，他成了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我期待了一生的完美世界终于就要降临。很快，我拿出了一个全面升级的设计方案，19层。空中飘扬自由的光，闪闪一方糖。
时空中飘扬，自由的光闪闪。